我的个性我做主，谭维维坚持不走寻常路。满打满算，快男快女已经走过了近十个年头，如今有人混的是人气爆棚，有人是混成了一个一姐，但就是有两个熊孩子怎么着都不让人省心。一个是努力凹造型却一直在跑偏的尚雯婕，另一个则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个性女生谭维维。早前的一首唐某某因歌词太有争议遭到电台禁播，不过熊孩子就是不长记性，最近推出的新歌我反对又因歌词尺度太大再次遭遇同样的命运。都说音乐人特立独行，但做音乐没人听，这也挺让人着急的呀。原本是流行天后，如今成了小众歌手，选秀出身的谭维维在做音乐道路上还真是打算一条道走到黑呢。一点都不害怕，也不在乎这个，总会有人去聆听的，而且也已经过了那个希望在万众瞩目的体育馆做那种巨星的那种梦了，现在越来越长大了。乐翻天综合报道。